古估7月22日讯，意大利媒体报道，拉齐奥有意引进多特蒙德边锋许尔勒，但他的薪水有可能是最大的转会障碍。巴西人费利佩·安德烈离队加盟了西汉姆联，蓝鹰希望在今年夏天签下一名新的边锋。许尔勒已经被排除出多特蒙德在美国的季前集训名单，所以他的经纪人正为这名德国球员寻找新的俱乐部。水晶宫据悉对他很感兴趣，但意大利报纸 Il Tempo 透露，拉齐奥的体育主管塔雷也展示了对许尔勒的关注，蓝鹰可以为许尔勒提供参加欧联杯的机会，但水晶宫能够给予他更高的薪水。许尔勒目前在大黄蜂的年薪为450万欧元，而拉齐奥只愿意支付300万的年薪，这个差距可以通过奖金进行弥补。但英超的电视转播收益更高，水晶宫能够为许尔勒提供更高的待遇。